哎、欸，对吼、哦，来，这集绝对精彩，我跟你们讲，这集我们就直接 all in 了吼、哦。有人跟我说抽了啦吼、哦，来啦，好啦，全抽了啦。来，我们直接十连哦。那十连的样子就长这样，我给你们平方解的。啊！其实我可以不抽了耶，因为我直接有大奖啦。我一直想说我的目标就是收集一只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我还是把它抽出来啦，不然这样不够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合作拼的哦，这是比较狂一点，因为向来我都是抽黑金的啦。哦，向来我都是抽黑金的啦，这次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因为他是鬼魅之人啊。啊，这个还真的没有中啊！啊，天哪，再来再来，最后咯，是最后了吗？很像是，那、啊、这一颗保底了。有点不爽哎、欸，烧床哎，可是我累积很久的钻石哎、欸，我得到大奖了，炭治郎。今天的标题抽中炭治郎了，嗯，终于啊，那同时我也破产了，我也没有魔法师了。不过这集算是让大家符合期待啦，我跟你们讲。那我直接匹盘给你们看好了，不然这集其实精彩度播出来。哎、欸，对吼，但是我不会煮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只要有鬼魅之刃的神头，你都可以吗？反正就是要人类嘛，草皮草。所以如果只要是人类都可以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嗯？好像是，啊，他还要挤耶、欸，我不确定，我等一下自己去看。我们先把 Max 再说吧。哎、欸，你给我蓝色。我应该有比较高级的那个吧？哦，这个好快哦！这个很快就 all in 了啊啊啊！不要！我忘记练技能了，吓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我不知道怎么着手哎，技能要怎么练去了？好啦，我自己私底下再把它弄出去好了。我先把它进来，我先看看可不可以把它进来弄到 Max。等我一下。有没有按到批量？这边有一个攻略，你先把技能拉上去。那鬼灭之刃它是吃哪一种的？等一下，我一下没有鸟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么多只哦。绿甲结仇吧。这边注意一下哦，如果你满等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不实战哦，我们今天不实战。先来练这只好了，下集再实战给你们看。很奇怪的设定啊，为什么一定不能满等才可以那个？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这个官方，简单看一下有什么鬼变之类的素材吧。现在想说好一下，感觉是没有。然、哦、后因为它是蓝色的。再补一个等级，
这是绝对 Omega 是啊。八等是 Max 吗？他这么写，八等要十二等才是 Max。那这个我再自己弄就好了哦。啊，今天影片应该够精彩了吧？我觉得。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混充一直进去。好啦，我等下自己把它弄到满等，以此类推。你看。